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 LQS Chris， 刘青松到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第一个被淘汰的，我们的刘青松，你这么开心，我没开，我一点都不开心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看到刘畅被淘汰，我都哭了呢，我眼泪都出来了，兄弟们，什么下一个就是我们，我们是要进季后赛的，就是因为今天 BLG 输了，我们5000%只要赢一场就能进，知道吗？我们下一场只要赢了就是100%能进。我在这里感谢我们的松宝吧，对吧？2021年世界赛只要赢一把就能下一轮，别说了，闭嘴，安静，不要搞我心态行不？加油加油！第一个被淘汰的刘青松，刘青松，8月份就要去放假了，休息了。松宝，没事，等我世界赛打完回来可以我们家里玩。刘青松。11月见，等我进世界赛打完回来我们就那个啊，我回来见啊，松宝，到时候可以我家里来我家里玩，好好好好，算了吧，兄弟，先进决赛吧，别说了。